16件蓝白相间的阿根廷球衣，背后10号就是正中王牌梅西的背号。没有错，这些球衣就是梅西在去年世足赛当中穿过的球衣，从16强开始一直到封王的冠军战都有。这6件球衣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拍出了780万美元，相当于台币2亿4000万元的天价。可见球王魅力还有吸金能力都是相当惊人。 这6件球衣被裱框展示，还写着每一场是击败了哪一国以及比数，堪称是见证阿根廷国家队封王之路的战袍。苏富比还特别强调，他们尽量保持球衣原汁原味。近看的话，还可以发现衣服上有点小脏污。虽然6件球衣拍出2.4亿台币已经是天价，不过苏富比原本预估是会拍出1000万美元，也就是3亿台币。目前的最终价格还不算达标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